节，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今天除了中秋节呢，也是我们自己的主场球赛哦，而且是跟中秋节有关的主题趴，大家真的可以期待一下，因为我们女孩今天会带来一个非常特别的舞蹈，我们的嫦娥要下凡了，不是只有看一个，是直接看14个，大家一起期待一下吧。啊，不止如此，今天的开球嘉宾也大有来头，是韩国来的 DJ Soda。OK， 那等一下呢，我就要带乐天女孩排练去咯。那今天场外也非常热闹，今天场外呢有播柚子游戏，有伐木的游戏，非常非常符合主题趴，所以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球场玩咯。勇夺此频道，古人的强法，罚跪了，罚跪了，中秋节，大家中秋节快乐！给你们看一个东西，我们台上竟然有烤肉的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什么啦？怎么会准备好了？中秋节，月圆人团圆，烤肉节必须。等一下，我们要让整个西区舞台都是。烤肉香，烤肉的香气，可以在这边香到。三班这个有好者，接着同时对打击轮，对自首，对，好，不要自闭了。这什么夸张的烤肉？这个太夸张了吧！我们今天 round down 上面有写1-3局团长负责烤肉，所以团长今天可以不用跳舞。你确定？确定啊！健康打击，这是小当家，特级厨师是吧？这很扯哎、欸，你知道这量有多少吗？看一下，看一下这量，而且好香哦。缺了米肠就可以大餐小餐，应该要有一组才对啊！哎，大家都来了，全都打序。哎，不要只顾着吃啊，你们这些人顾着吃。来来来，现场加油一员起来！这边的女孩一定被香到，饿肚子了。史上第一次在看台上烤肉，真的是第一次。看看杰哥都下场来烤肉了，被吸引来的女孩，哈哈，不像我压力很大，你们不要紧张，我一直扛住了。可不可以当第一个吃香肠的人？他杰哥，我可以当第一个。哎呀，我当第一个，我先第一个。然后你是书生，年轻书生，你们有吃香肠了吗？
也对也对，我们女孩要控制体重啊。这是谁来了？嫦娥吗？今天不奔月了，你今天奔篮球场了。飘一个。哎，第一只嫦娥飞下来了。五局就变女孩了。高飞球。前三局是我们团长先 cosplay。中场就是女孩了，各位期待。没错，壮壮，起身。飞下来的感觉如何？从月球飞到桃园主场，可能就是最近吃太胖，所以没办法奔月了。吃太胖了，你看一下，是吃太多了。这热量，吃太多可奔不上月了。奔不上月亮，那不如就留台湾吧。台湾桃园主场、啊，可以可以留下来。很好吃哦，我发现。快乐草他们配备了香肠啊。我们桃园就像快乐草配备香肠，那为什么好吃？这个光景好特别。为什么感觉像员外跟夫人？真的是第一次在看台上边应援边烤肉，太爽了吧！哇，史无前例，真的史无前例。我们先吃了。好，45号冯建平。好，来，你来加油，来，来，来，蹦蹦蹦蹦蹦蹦，冯建平，冯建平，蹦蹦。请分享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牛肉牛肉。希望每天都是中秋节。对，这是第一次在应援的时候还可以吃东西耶。好像是哎。是。可以给我们吃一些美观的东西。香肠不太美观。香肠有点害羞。试一下吃就好了。去楼下的时候。啊 ，OK OK， 可以可以可以。第一次上班还可以边吃东西吧。看这个什么？哇，流这么多汗 ！Abby 上班多认真，真的。拜托大家赶快点点赞哦！可以，可以。让我挣10000了，谢谢啊！可以，可以。我刚才过了。你在古代一定是最帅的武功。很应景哎，我今年还没烤肉。我相信我们女孩们应该很多人都还没烤肉。刚好我们来到球场，哎，一起烤肉，哎，这种很应景。对，这种感觉是第一次哎。我们是领导。香肠一只，可以获得香肠一只。阿英香肠先一只，等一下赛后拿给他。安打香肠一只，二雷安打牡蛎一颗，大颗的那种，大颗的。然后三雷嘞，生死级干杯，生死级干杯，哇！然后全雷打，全雷打和牛，日本 A5 和牛，哇，好感人。我们女孩都还没烤肉哎，都在上班了，满足了对吧？人家4、5、6局留下来烤，可以可以。他还要跳5局中场啊？怎么样啊？我还要扮嫦娥，想考啊，想考就考，你扮完嫦娥再来考。对对对，都是中场来这边考吗？不要收起来哦。打着李易泉，来来来，3局继续加油。虽然对方领先了我们2分，但没有关系，才2分，可以的。这些场景，哦，你所是你的我，全都会了。收到。
先进入舞台，我的 DJ Solo， 一起来参与舞动乐视的吧，先叫声。前三局结束了，再来就是女孩们要换装了，嫦娥要出现了。各位仙女们，哇，仙女们要出发了，要出了，有兔子耶，太美了吧！这是什么贵妃出浴吗？哇，这好像来自天庭的宫女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上仙？发霉的那个仙，这位仙女是刚刚工作完是吗？天哪，仙女的衣服太大件了！哦，真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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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多仙女啊！好多仙女，连我都换装了，各位。对面有一排仙女。刚刚我们又击出了一个安达，而且是非常长远的外野安达，所以现在8-0。我有八分要追，加油啊！等一下这场打击轮到第五，帮我拔剑，习惯你。怎么了？收到，上来投球。是吧？本人不会欢呼，我也转过去。
记得帮我订阅、大家分享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里面见喽，拜拜。那最后中秋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中秋节快乐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中秋节快乐，不太美观，哈哈哈哈。OK OK， 可以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